帕萨特大灯清洗怎么用？帕萨特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设计的一款中型轿车。帕萨特自1973年诞生，40多年来，大众帕萨特轿车以其高标准的安全、经典的设计、顶级的造车质量席卷全球汽车市场。但对于这款车的帕萨特大灯清洗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帕萨特大灯清洗装置有以下三种方法。第一，在大灯开启的情况下，拨动清洗装置就会自动清洗前玻璃和大灯，记得大灯一定要亮着。第二，灯光开关在 auto 位置，大灯亮时每五次雨刷会自动一次清洗大灯。第三，大灯打开的情况下，灯光开关选到最右边，每次雨刷刮动会同时开启大灯清洗。大灯清洗装置保障了大灯的足够照明，并给予驾驶者清晰的视线。